其實藍叔推咗我好多次啊。佢話：哎呀，唔好啦，我講嘢唔好聽啊。跟住後來咧，好彩即係我哋不斷邀請，不斷邀請，即係用誠意去打動。因為咁藍老師走咗六年啦，就係喺香港係冇一個真真正正嘅一個活動係去紀念老師，甚至去推廣老師。咁所以我好希望為老師做啲嘢，特別係今年係老師嘅100周年啦，誕辰啦。咁所以我覺得老師一個咁好、咁偉大嘅人，如果能夠讓更多人去認識佢，唔係仲好咩？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喺香港中央圖書館，亦都係代表一個文化嘅地方。我覺得呢個地方好適合去講藍老師嘅故仔。我是一個粉絲，即是我一個 fans， 即是我絕對不敢說我是老師的學生，絕對這個我覺得我只是一個 fans， 我是很遠很遠很遠地跟這個世界上喜歡老師的人一樣，我都只是一個讀者，是一個 fans 去追隨老師。我覺得老師他給這個世界所有的讀者是看到一個希望，中國文化是有希望的，中國人是有希望的，我們中華民族是有希望的，那我們就是朝著這個希望不斷去實踐，不斷去做，去努力，做到多少就多少，而老師永遠在我們前面帶著我們去走，就是這樣。